我去努力，要紧。想想四文师傅教过的技巧，夺刀呢，最重要的是切准人体关节所造成的进攻死角，比如擒拿手腕，而不是抓手臂，不然还是会给对方留下活动的空间。小师，你攻过来试试。 你越是怕，越拉开距离，反而给对方提供了更大的进攻范围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唯有迎头而上，才能险中求胜。